刚刚跟朋友聊了应该有3个小时吧，就3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呢我们现在出门了。我今天呢要带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大采买，因为明天就是平安夜了，所以我们要为圣诞节做准备。对，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去大采购，然后我要带着你们到处去看。可是去采购之前我们要先去公园，因为要先满足后面那一位，然后才能去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对，就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今天天气真的很好。阳光是骗人的，就是天气看起来很好，可是呢外面超级无敌冷。好老公，你不要把我的外套用坏了，感觉你是暴力帮我穿外套。给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板，就是天气冷到地板都有冰，满满的都是冰。他是台湾狗啊，爱吃冰。哪个国家人不爱吃冰？我们回到车上了，今天天气真的是冷到我的耳朵超痛。天哪，今天 Costco 也太多人了吧。我是想说平日过来 Costco 会比较少人，可是好像因为要 holiday 所以就是人超级多啊。我最不喜欢人多的 Costco 了。第一次在 Costco 买这个 pork belly， 打算拿来烤跟拿来卤。美国人真的是很夸，就是很两边，就是不是一就是，要么就是不戴口罩，要么就是戴口罩戴的就是很夸张。你要很多中间的好不好？要戴口罩也。可是都看到不少嘛。好。还要去哪里？拿蛋糕还有呢。应该是 Fred Meyer 吧。哦，买奶油吗？买了马铃薯。
还有做面包的东西。嗯哼。继续加油。那先开到车外，那里差不多要，还有够天亮的话，去开车一下。没有的话就改天再做。OK。布奇不是哭，因为他想下车，他紧张。你开始开车了？你确定要这样讲？布奇没事哦。好，所以现在要怎样 ？OK， 按刹车。好、哦。为什么会动？你反正就按刹车，那换到 D。按刹车换到 D。慢慢放开。放开什么？刹车。啊！再试试看。OK。有点习惯怎么用吗？好可怕！那个车走掉。还可以再往前一点。哎呦。OK，Park。啊。那没有很难吧？老紧张。这个人真的太有趣。所以大家都在学开车。等一下学转弯，这么快？你往前的时候完全放开刹车过吗？没有哎、欸。OK， 下次完全放开。我又不敢，我觉得速度对我来说太快了，我心脏快要。那就慢慢骑。你到右边那个位置停。OK。来，等一下，这个车要过来了，先停车 ，park。旁边的人这样子，你说旁边的人怎么样？刚刚教他开车的人这样子，他可能很害怕。我们现在要去拿蛋糕，就是日本人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们都会买一个很漂亮的那种蛋糕，在圣诞节那天的时候吃。然后因为我跟 Michael 就很喜欢吃甜点，所以呢我们就是买了一个蛋糕，打算一起庆祝圣诞节耶、yeah! 这间是一间日本 sushi 店，然后他们有跟另外一个日本人合作，所以他们也有卖日本蛋糕在这里。先打开，这是我们的蛋糕，我们订草莓口味的。 OK， 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，差不多七磅就好，买小一点的吧。阿芬，你买就买这样几片。哎，他有卖一片的，你看。我们要买一片的，干嘛？我们就只有两个人啊，感觉这个比较小吧，这一个，这感觉很小。5.5磅，差不多了。But， 他拿错了，这根本不是 ham。太清楚了，可以。你问他们啊。OK， 这个才是 ham。刚刚我们拿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觉得它也是 ham， 是不一样的部分。嗯，可是这个应该比较好吃。它好像已经帮你切 slice， 你看。对，它是 spiral slice。它是写 ham 吗 ？OK， 所以是 ham， 所以我们没有拿错。对。这2块而已。好了好了。OK， yeast。
好伤心哦！刚刚在那个日本 sushi 店，就是买蛋糕那边也买了一盒 sushi， 而且我们应该是说我们买了两个 sushi 肉，可是就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有点难过。你自己一点好了，不要用你的什么夸张的。酱够到酱油吗？还是这样？我不要加酱，我要直接吃瓦萨比。好好，那这个是我的。瓦萨比就是要这样子很呛才好，就是呛一点才好吃。OK。算了，你不懂啊。对啊，我是不懂。